主任有结果了吗？所以你们今天有结果了吗？怎么会这么晚才谈呢？怎么今天怎么那么晚才谈？啊，对，要结果了吗？晚上还顺利吗？你跟大家讲一下。对啊，你跟我讲一下结果吧。你们是明天还会继续谈吗？还是就回大陆了？今天怎么那么晚才谈呢？没有。哎，队长，你们现在有听到吗？啊，有。那我国内有啥话知道？啊，有啊。你们今天有结果吗？今天怎么那么晚才密谈呢？副主任，你们明天会回大陆吗？Thank you.